来自光之天使信息。关于目前的计划变化正在进行中。通灵，德尔菲娜·奥里克斯。地球表面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喜欢透过写作、直觉和微妙层面上的直接接触与你们接触。你们是来体验丰富的存在。首先，人类选择透过外在能量来体验这一点，逐渐的，这条道路将它带回内在能量，这实际上是它的深层本性。这透过存在的程序表现出来。当今人类有一些关于个人致富和对外在世界的权利的古老计划，这些程式码是有趣的工具，让人类明白只有真正的光能才能丰富并带来内在的力量。只有这样，它才能透过来自内在源头的永久丰富体验到自己内在的真正完整。因此，人类在光的丰富下，透过扩张，越来越多的转向集体和宇宙的丰富。这些过时的程序仍然在你们的人民中起作用，一点一点地被转变和消灭，让位于每个存有中对原始电流的更加开放。是的，关于他们在城市生命矩阵中，也就是你们所在的层面上所形成的条件，这些表现正处于顶峰。难道你不觉得这些连结和这些矩阵网路正在失去根基吗？仍然有一些地方的编织物深深地嵌入其中，需要更多的光线来溶解该网的某些部分。关于这方面，两个并行且同时的现实正在落实到位。旧程序仍然存在，但正在完善过程中，以其在消耗完分配给它的所有能量后被解散，就像有计划的报废一样，这个老软体。然后是一个程序，允许众生让更多的光通过，从内部丰富自己，就像青春之泉一样，以便生活与他们的更高层面完全连接。这些现实并非互相对立，而是重叠的。这就是意识发挥作用的地方，正是在这种转变中，许多存在失去了控制。因为他们不再真正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或什么不是，什么是真实的或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真实的或什么是幻觉。因此，从我们先前在地球密度层面的存在来看，我们的建议是，在你自己的内心展示这两个现实所带来的所有可能性。你完全了解旧程序，在转世之前经历过或研究过它，所以你知道如何识别这个软体的表现机制、原因和后果。你也知道你与宇宙法则、社群、友爱和平等和谐相处的计划。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记得它。你下载的新频率越多，你内在的知识就越多，就会出现在你在地球上的存在意识中。这是一个绝佳的成长机会，能够体验两种现实的叠加，因为你掌握了所有数据，能够理解并按照你希望生活的方向行动。观察和辨识是你们在这些亿万轮式中已经完成的步骤，传播和协调所有讯息是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像一个工匠将所有可以使用的工具摊开在桌子上一样，你正处于这个阶段，你已经选择了设计下一个作品的方向，你所要做的就是拿起并使用你拥有的工具。你需要并收起那些不再对你有用的东西。所以你可以透过协调你的创意领域来更清楚地看到，从而提高你的创造力。如果一个工匠在他的生活中进行这种分类和协调，就会鼓励所有准备这样做的工匠，并指明道路。每个人都是路上的声音，每个旅行者都因沿途遇到的所有遭遇而丰富。作为一个宇宙创造者，你是富有而伟大的。
当你遇到其他宇宙创造者时，你会记得他。这就是为什么你自己透过物体、结构、代码与其他存在的相遇、互动和各种表现来放置标记来记住它。你们集体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灯塔，并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自愿重新连接到这个被遗忘的知识，以便走上记住它的道路。这是一次探索，这是一场探险，一场对金库的追逐，一场赛道游戏，许多集体一起玩耍，许多社区一起玩，来自地球和宇宙不同地方的许许多多的存有正在和你一起玩耍，帮助你记住作为一个个体、一个集体和一个星球的记忆。金钱、关系、物质、舒适、工作都是已到位的工具，根据多个计划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以实现社会，更广泛的说，实现人民的功能。当你允许自己展开所有这些功能，并只选择新的社会模式时，你就给了自己在你的存在规模上协调你的创造领域的可能性。这就是为协调人类社会创意领域做出贡献的方式。你的更高存在已经知道这些新模式的构成是什么，从而引导你走向感知世界和在人性中运作的新方式。该城市已经更新了一段时间，并重新安置了一些已过时且需要重新格式化的城市码。这些程序来自你们在其他宇宙中存在的其他方面，它们在行星的创造和生命的播种中发挥作用。你是作品的创造者，你作为制片人、编剧、工匠、园丁、编曲家、化妆师、摄影师、音乐家和演员而存在。你不会被要求记住同时存在于所有这些角色中，因为你的人类思维无法在其规模上管理所有这些记忆。你会被要求记住，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并在成长的目标中落实到位。对于所有人那些对你目前所经历的事情有贡献的面向、工作、职能，每个人透过在每时每刻更理解透过物质的经验和表现所获得的结果来提高他们的功能。体验是创作者透过所收集的资讯而丰富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这些新模型中，地球表面也变得和谐，就像你一样，他也正在展示不同的成长工具，并将自己从不再为他服务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因此，要对生活地点的改变持开放态度，把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抛在脑后，改变你的外表，并向新的运作方式敞开心扉，让地球和你的生活在更高的振动尺度上表现得更流畅和谐。一切都在变化，你在内心感受到它，但还没有足够的视角来看到和理解这些变化的表现。只专注于旧的程序，专注于物质生活，你正在分流涌入这个旧矩阵的新能量流。因为你们的视野和观念已经超越了这个储备的极限。然而，你们会感觉到一股更轻的流体混合在一起，在水库中产生了新的水流，这对你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如果你无法超越这个水箱，这也是帮助你从内心理解的一种方式。因为实际上水库就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但其中所包含的东西却有变化。这只能透过内在感知来感知。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就是这个储备库中的一个储备库，并且这个储备库会通过你的阶梯，就像行星上的储备库，然后是银河系和宇宙中的储备库一样，那么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新能量的消耗，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是你周围的一切。因此，
当你的接收通道更加开放时，你不会再转移任何你的感知，因为现在接收管道就像一个人类的水库。当你踏出这一步并且净化了你所在的通道时，你会看到整个社会以及正在被创造的新民族的表现。就像植物、矿物质以及元素一样，动物也会在自己的范围内经历相同的过程。这是全球和行星意识的一种提升状态。因此，我们的建议是，透过视觉化来观察地球，并设定意图，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这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时的表现。在那里，你的感知会让你对新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事物有更清晰的认识。因为如果你透过未来的概念来处理这个请求，这只会导致时间轴几率，这些几率是根据不同的集体预测创建的，透过你个人的过滤器。而透过接近已经存在的东西，你将你的内在视野引导到一个已经创造和显现的现实，透过你的意识简单的移动到那里。因为这个新地球和这个新人类已经存在，现在处于同时存在的现实中。这对所有对此持开放态度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并且不能被任何心理投射所改变。探究过程可以放大到集体、其他领域，作为一个灵魂的你自己。如果所建立的连结确实是你的光穿过你的通道，那么任何讯息都会将你带入一个改变的现实，而这个现实不能被任何精神和情感的干扰所改变。透过连结到这两个现实，一个是用旧模型编程的，另一个是来自与光联系更紧密的世界，你就有了更广阔的视野，这让你能够朝着这个新现实的表现方向行动，指导你已经选择了。请记住，你手边有工具，你是你生命的工匠，属于一个伟大的人类企业，它已经根据地球选择了一个方向，它的工匠需要你的模型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工作。这种进化的飞跃，我们爱你，并用我们所有的爱、我们的灵感和光流包围你，以进一步打开你的通道。接受我们的祝福和鼓励，继续走在进化的道路上。亲爱的家人们，请知道，我永远与你同在，在你之内。来自光之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